殿妃初登大宝之喜，是老夫心神一计，假借各国王子进贡之机，谋夺龙位，改为李氏将山。看，相言了然，定是女王临朝，待老夫殿爵伺候。
职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班呐。臣李亮有本启奏，随旨上殿呐。领旨。李亮见驾，国太千岁。乃是天圣。天千岁。赐孝顿。谢过。国太，今当各国王子进贡之年，倘若前来观见我朝女王登基，回到他邦定期反议。有道是一在根国中十年不太平，一臣是之见。一臣之见，我太向江山社稷让与那家三千代步之人，执掌三年五载，后有职臣龙元业归奉。还是此言差异，向满朝文武知情不落，你我妇女久将江山让与太师，执掌三年五载，后有之臣龙愿意归宿。满朝文武不服国太降旨，不妨拜哀家膝下看过文用，哪怕文武不服，定就此后臣遵旨。
台将江山社稷让与老夫，执掌三年五载后，又知成龙原野归宗啊！你们大人前来画押，江南有温州，还有禅让之地，我等不押。老夫有知府宝剑在此，乃是归宗公，我等画押就是。这便开始。
国太有旨，许杨二家上殿呐、啊！领旨啊！慌张张为了何事？学生正在套房修门，
听不太要将江山社稷斩奸则力量，请问千岁可曾画呀？老夫岂肯画呀，大人可曾画呀？千岁不曾画呀，学生自敢奸得同堂。既未曾画呀，就该上殿面拿奏。本当上殿面奏，此乃官吏之孝，不敢去投。只要你忠心报国，讲什么官大官小，老夫保你满门无事。千岁大学生满门无事，盼着我一腔热血洒落金钱，也要鞭挞敌人。好，随我来。多日以来，龙潭
愿臣等上殿，有何事一路？儿卿有所不知，卿有个国王子前来进贡，官进我朝，女王登基，回到他房，心起烦意，有道是一再干不动，实在不盼平，今将江山让与太师，执掌三年不在，后有之臣弄，愿也归祖，满朝文武。去意华家，为儿亲不嫁，是乎礼义？江山自有分头，哪有禅让之理？臣等不嫁。哀家奉心一定，不必多责。大人，千岁有何本章？当殿奏来。是，启奏国太，臣有道太平本章，不知何用臣。当殿奏来，龙儿子，你自远朝居华帝，世间多少古今情，山风地裂是故乡。风起云回心头意，走来永安
将看那兵勇啊，江山顺帝是儿子，有何为证？有诗为证，奏来。七九六十三，方方难答。愿甘知红罗山，偶遇一路无端，海内同桥仙，七人都无不凡。元朝不绝后，我太爷大明宋江山走来迎走，
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得，算得，就算得。
丈夫年迈打不动了。有道是虎狼雄心在，打得动剑子，打得的，打得的，上头。可有奸贼的民心？上边没有奸贼的名讳。No, 那头一名就是老夫我的民心呐！呸！哎呦！Woo!
上殿千岁就是。大人，上殿。你走过台，徐阳儿家有七军之罪。从今以后，朝中有事无事，不知徐阳儿当天哪相干，下谢国台。两家之意，朝中今后有事无事，不用徐阳儿大监当，想你我忠心报国，只落得监当儿子。哼哼，你我屈指无门，看哪个大胆的敢上江山，哪个敢做社稷。哈哈哈哈哈Hey!